现在汽车的优质保修还有售后服务一直是该品牌最吸引消费者的特点之一了。北美现代汽车更加码推出了免费保养服务，凡是购买或是租任2020年全新车系的顾客们即可获得这一项服务。该保养服务包含了按标准间隔时程更换机油以及机油滤芯，还有定期对调轮胎的服务。现代汽车指出，该公司一直以来是致力为顾客们提供最高价值的产品还有服务。凡是在2020年2月1日之后购买或是租任2020年全新车系的顾客们，即可以享受免费更换机油、更换机油滤芯，还有定期对调轮胎的服务。